我跟爸爸买了很多英文书，就是希望小朋友从小就可以把英文给学好。可是我们成了每次要他念书三五分钟之后，他不是跑去玩玩具就是看电视，这样子下去怎么行啊？有一次啊，在电视上看到 Cocolo 的广告，用动画学单字真的非常有趣，想说就订一套给我们家成恩试试看。刚开始啊，都要陪着他看咯，慢慢的他会主动拿出来看，看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哦耶，要慢步跳舞还不简单，这我最行咯。一慢步，烦恼就忘得干干净净哦。慢步忘得快 ，WANDER， wander， 慢步。爷爷学太空漫步，把年龄忘得一干二净。Wander， 漫步，我一下子就记起来耶。陈恩啊，真的学了很多单字哎。我每天回家，他都跟我说他今天看了什么动画，或是学了什么新单字。我们的互动变多喽，真的是学对教材了。我们在训练孩子记忆力的时候，常常会发现孩子他努力背，却总是背不住。要怎么样让孩子记得好呢？733右脑图像学习法，就是以图片影像的方式来提升孩子的记忆力，让孩子能够记得更好。不可能还附送独家0800免付费服务专线，提供您专属顾问服务，一对一制定专属于您的高效学习计划，以及免费线上教学服务，让您不必外出奔波，在家透过电话就能轻松练习。以上影片由 Coco 龙右脑图像学英文提供。